英雄的竞技场，玩家的寻梦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昭，我是大地。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京东游戏冠名的 WCA 赛事平台精彩的比赛直播。买靠谱游戏设备，爱京东，畅享极致购物体验。啊，上一场的话是 VRM 确实打了一个不错的一个阵容，而且中期节奏不错，只不过是在上路抱团的时候被对面抓了一波，导致有一点劣势。不过还是有惊无险的拿下了比赛。对，也是中期被打回来了两波啊。这个也是靠后期的一波这个主动的找节奏啊，也是打得比较好。对，尤其是拍拍熊莫名其妙跳人群里破了一波雾。对对对，两波也是直接是破掉了对方两路，直接导致这个阿瓦隆打出DG。对。好，那我们感谢一下赛事数据合作伙伴玩家赛事的大力支持。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先看一下 BP。这场比赛是 VR 在夜眼方一手办的大树，上局他们用的大树效果还不错啊，这一场的话可能是不太想让对面来用。对，也是达到了很多英雄的效果啊，像赏金的这种给视野啊，包括做视野都是一个人完成了多个角色啊。对，而且是有一个树甲是能帮忙抵挡很多拍拍熊的一个 V 的伤害。对，团战中也是大招放的几波都比较好。这一盘也是二手办掉了对方上一场这个两波翻盘都很关键的一个英雄全能骑士。对，而且最后是强行冲出来用 A 杖开了一波大招保护住了高地，只不过上一波是对面太贪了想要追击，然后导致自己崩了。对，因为全能这个英雄啊，对于对方全是物理核心的话还是比较克制。对，因为一个斯文一个黑鸟的话都是通过普攻来造成比较高的伤害。对，这边 VR 样是一手点了沙王啊，也是上一场是阿瓦隆这个打的沙王。对，一个四号位沙王。对，也是自己这边也是觉得可能沙王打的也比较好啊，也是率先抢了下来。结果你怎么打沙王？不给阿瓦隆这个打沙王的机会。这边二手连点。对，其实阿瓦隆这边可以考虑换一下这个打法思路啊，因为上一场就是想去打一个中期快节奏gank，然后让卡尔刷钱，但是并没有打出太好的效果啊。也可以看出在中后期的时候，阿瓦隆也是把自己的节奏打回来了一点。这边直接点出了一手夜魔和拉比克啊，把剑王先点了。对，夜魔也是这个版本作为四号位来说啊，比较这个节奏比较快的一个酱油。对，昨天看国师无双打了一波夜魔是非常亮眼。对，而且不管是逃生还是追击来说，而且夜魔的现在这个飞行啊，好像在实战中有特别好用的效果。对，尤其是到了晚上一个非常大的高空视野。对，这边也是选了一个拉比克，也是作为在对方有沙王的情况下自己也是比较好发挥的。这边一手兔子应该是还要打完美团的阵容。对，还是要打一个这种接技能。对，很有可能 VR 要继续去补一个 Swan 出来。对，当然 Swan 也是这个版本，我感觉 Swan 也是登场率越来越高啊，比起之前版本。一方面是野区的加强，一方面是这个 Swan 大招的一个改动。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 Swan 这个英雄啊，还是有很多克制的方法，并不是那么无敌。所以说还是需要这些队伍集思广益啊，去率先看谁率先能研究出来这个打爆死问的方法。其实打死问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英雄就是兽王，对吧，无视魔免的控制，而且是有同一时间有四只猪可以去给那个死问减速。对，现在兽王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加强。对，但是最近的比赛是很少能见的。对，而且以前的飞虎组就是空头小狗的组合也没有出现了。对，都是比较少见了。对，因为都在创新嘛，去打一些新东西。这边阿瓦隆是直接点了一手 Tinker， 但是这手 Tinker 我感觉点的有点过早了。对， Tinker 也是一个中路对线非常强的英雄啊，在中期是可以处理兵线，配合队友去打一个这种分点gank啊。对，其实但是 Tinker 这个英雄啊，他必须有了飞鞋和跳刀以后才有作战能力，之前的话只能躲起来刷钱，这样我感觉有跟夜魔有点冲突，因为夜魔是要一直打架的英雄。对，提到 Tinker 这个英雄啊，其实在国服路人中啊有一个 Tinker 打得特别好的选手，叫乐园。
这个选手的 Tinker 也是，经常就是在十分钟左右，就高分局中十分钟左右就能超神。哇！所以看一下阿瓦隆这边的这个 Tinker 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绝活选手啊？这边补刀一手蝙蝠骑士，非常多的游走点啊。对，这里 VR Young 战队还是一个团战流比较多啊。嗯。兔子的拉配合上沙王的戳，还有双头龙的冰封路径和这个冰火交加，也是非常多的这个团战技能。对，而且这边是点出一手幽鬼来克制 Tinker。对，幽鬼也是作为非常克制 Tinker 的点啊。对，只要一开大招 Tinker 跳到也用不出来，就没有地方可以跑了。对，而且当幽鬼有辉耀以后啊，这边的这个 Tinker 和蝙蝠其实都是比较难发挥的。对。一旦是 VR Young 这边幽鬼在被先手之前啊先开出大招，这个阿瓦隆应该只能选择撤退，所以对于这个手夜魔还是选的比较好的，是可以保护一下阵型，说明阿瓦隆之前就已经想好这一场要打什么样的阵容。但是讲到了蝙蝠的话，在上路可能有点难混，因为对面是沙王配合双头龙的体系，这边消耗能力和杀人能力都非常强。哎，龙骑士推进体系，这边 VR Young 是补了一手龙骑啊，龙骑也是之前就是上一场咱们说过双头龙配龙骑嘛，推进非常快。对，大家其实争议都比较大吧，有的人觉得龙骑这版本挺好用的，有的人就像我觉得其实并不是特别理想。我昨天单排打了一局啊，龙骑对 Tinker 把 Tinker 打爆了。因为这把可以看到啊VR Young 战队就有点上把这个阿瓦隆的味道，就有点只有一个人可以打野。嗯，因为野区资源的这个变多啊，和这个线上要求这个队伍线上能力更强。不过这样的话，VR Young 这个战队有个好处，就是三四号位可以刷野，然后大哥两个大哥是可以顺利战线的。就是资源分配更平均。这样阵容看下来，其实阿瓦隆战队在前期更好打一点，因为他线上能力更强。嗯。而在这个 VR Young 需要成型之后，才可以和这个阿瓦隆能够一战嘛。看一下 VR Young 战队能不能像上一盘一样啊，在一个前期小裂的阵容小裂的一个情况下，能够打到比较优势的效果。其实我还是觉得 VR Young 这个阵容还不错。前期的话就让那个龙骑单独战线，因为龙骑是非常难以击杀的，然后大部分人的话去保幽鬼，然后到了中期，然后还是两将保幽鬼，然后兔子刷钱，然后龙骑刷钱，然后一直过渡，就是一直过渡到自己装备成型为止。对，但是中间你要想这个，由于夜魔这个点啊，加上这个蝙蝠的一个gank，也是节奏来的会比较早。对，而且配合上 Tinker 的这个飞鞋啊，也是能够跟到很多输出，所以在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啊，都是这个阿瓦隆这边的一个节奏。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中路的对线上啊，这个龙骑能够打 Tinker 能够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因为 Tinker 打龙骑啊，肯定是 Tinker 要占优的，因为有一个激光在，所以龙骑如果说能够顺利打成五五开的话，对于龙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虽然听有激光有导弹之类的东西，但是因为龙骑有这个被动在，所以消耗方面来说不是动怕。对，因为听着主要还是骚扰你补刀嘛。嗯，所以龙骑这边还是中路比较难受，而且蝙蝠这个英雄啊是有打野能力的三号位，就像兔子一样，两边的三号位都是有很强打野能力的，所以在前期能够混到一定等级的情况下，三号位的发育这一盘都不会太差。嗯，就看哪一方三号位能更早出来带节奏了。对，狼人也是这个版本比较流行的一个主 C 啊，今天也是在各个比赛中都可以，现在也是流行于各个大赛上啊。对，疯脸狼人。对，也是秘密率先带火的。对，这边夜魔的话是选择直接游走啊，斜的出门。就跟国士无双的玩法很像啊。对，现在的夜魔越来越少去选择直接出门打野。上面三人路，这样的话这两个人其实不太好混的。对，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可能的，因为沙王这个英雄啊，他在前期是蓝非常少的。嗯，这里沙王是帮忙顶一下远程兵啊，防止这个率先消耗掉远程兵。对，这边兵线压得还算不错。
这里沙王被叠了三层油，但是是拉到了冰仇恨啊，这个沙王是有一点小小的失误，是在走路的过程中啊，不小心点到了蝙蝠，是 A 到了蝙蝠。点名夜猫是先来野区转了一圈，也不知道在转什么，因为所有人都露头了。对，因为可能是去中路想截一下机啊，但是发现中路已经运完了。这上路一直强劈，疯狂拉兵线啊，也是对方两个酱油根本不想让他混。对，但是发现对方两个酱油在一等级的情况下是对他很难进行到一个压制的，所以 Yang 这边双酱油也是选择直接过去拉野。哎，这边蝙蝠来干扰一下，对，也是不想让这个双头龙去拉。这边夜魔是不知道从哪勾过来了个远程小兵，也是自己吃了经验，也是直接有半管经验啊，美滋滋，不知道从哪勾了一个。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经验都是集中在远程小兵身上，就三个加起来也就跟我远程小兵那么多。对，这边狼人也是被兔子套子烫得非常难受。这边两级直接 DO 来杀油鬼，有点过分了吧这一波。这边也是五层油啊，是五层油是很伤，非常有机会的，赶紧往后走。右鬼这边也是放了油鬼，右鬼也是躲着这个火走啊，也是非常的好疼。七层油要烧死了，但是这边油叠的非常的多啊。对，阿瓦隆这边这个蝙蝠也是打得非常凶，这边虽然夜魔又是扛塔想要拼死这个双头龙，差一下掉了，两个人也是互相换掉了，但是绝对不亏，因为右鬼先死了。对，而且这边夜魔是吃到了两个人头的经验啊，非常的爽。这波也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蝙蝠在这个细节处理上，虽然只有二级，但是也是顶着两个酱油的面啊，是直接配合夜魔把这个幽鬼烫死了。对，确实两个酱油的伤害能力不足，而且幽鬼这边战线能力本来就差，而且本来就没什么伤害，所以对于蝙蝠确实没有什么办法。幽鬼可能也是有点大意了，因为一般被叠很多层油都是要先退到后面，等这个油消化掉之后。对，刚刚好像叠了三层，直接来扛塔了，扛得非常凶。对，这个蝙蝠也可以看得出来啊，是经验老道，一看就是经常打蝙蝠的这种选手。对，现在幽鬼也是打得比较怂，不太敢靠前站，抓得住每一个时机。对，这边如果再往前叠两层油，可能又要强杀你了。对，中路反倒是这个龙骑士的补刀啊，是比这个 Tinker 要多。对，也可以看得出来 solo 能力上来说啊，可能个人能力更占优势一点。对，毕竟这个英雄在中路的话确实不怕消耗，因为被动只要点起来随便你打。就可以看到激光是让这个龙骑打得比较难受的，还是补刀上可能 Tinker 由于自身攻击力的缘故啊，还是漏了很多刀的。对，毕竟这边是有个补刀斧，而且是个近战。对，龙骑士的补刀啊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而且打击感十足。对，我特别喜欢龙骑士这个叮咣的那种补刀，对对对，那种咚咚咚的声音听起来就特别爽。对，像沙王和虚空这种就感觉不太爽了，补刀的时候。还有很多就是那种用手去补刀的，不像拿着对兔子这种，对，不像拿着武器那么爽。对，比如还有那种斯文砍起来也特别爽。对，这边拉比克也是第一晚的四分钟第一个视野，也是选择去补一个深点的眼啊。补了一个河道的眼，可以看到对方的这个动向，自己也是摸到对面的这个赏金浮点去吃一下赏金。这个蝙蝠玩的好开心，上路杀了两个人之后，现在没人管他。对，而这边狼人好像是在下路要被击杀了。这边是强行冲塔。对，也是沙王赶过来啊，双套。这边夜魔今天晚上冲过来找双头龙，直接烧死了。对，这边夜魔是把这个双头龙打成空血啊，蝙蝠冲过来是，忍不住要 K 了一下。这边有点危险，幽鬼被吃个 V 再贴油。但是幽鬼的这个一技能是不魂路径，马上就没了。跨地形的，这魂路径消失，不敢追了，还在追，不想去追了。颗粒魔棒，哇 ，A 的好痛 ，A 的非常疼啊，因为有叠了很多层油的缘故。再从侧面再叠一下油，四层油，但是不敢 A， 被喷了个冰火交加。这边幽鬼先吃了一口魔棒啊，应该还是要被双头龙收掉。对，这里夜魔非常凶啊，一边 A 一边卡位，是把双头龙堵在了树林里啊，对，根本走不出来啊。对，这个夜魔是走位非常的这个小心啊，对，就这两个口，是直接把这个双头龙堵在这里 A 了半血。这边幽鬼是帮忙减速一下夜魔，但是夜魔还是想要追，只是没多少蓝了，能不能克一口魔棒再给一个 V？ 对，其实这个时候夜魔是可以跳一下了，对。因为不舍得飞，如果飞的话就没蓝放 V 了。对，因为在天上还是可以追过来了。
都打到蝙蝠复活了已经。对，可以说这个夜魔啊，这意识是比较好的。对，两个口来回卡。对，因为是猜到了对方这个走位啊。哎，不过这边狼人又被动手。对，狼人。但是小兵卡了一下位置，地仙黑仙没有跟上。对，沙王和黑仙也是如法炮制啊，刚才怎么杀的就又来了一遍。对，不过这边拉比克技能已经用完了。结果是狼人没有死啊，反倒是杀掉了这个拉比克。但狼人也有点危险，两个套子套还是比较疼的。狼人想强拼一波，因为克里夫魔棒没有死，套子是快没了。这里是强拼一波，并没有拼到要杀王。沙王也是几波游走，发现自己在上路既然成不了英雄，那就去下路杀人。对，这人的话蝙蝠已经肆无忌惮了。对，因为自身来说这个两边的三号位都是很难压制的，就像一开始分析的，就算线上打得很难受还是可以去打野。对，都有非常强的打野能力。这里狼人也是由于两波被骚扰啊，虽然补刀还是很多，但是这个装备可能显得并没有那么快。这边为了混线是点的野性，确实点了三级而没有点一级的狼。对，现在这个技能也是附带一个回血效果。对，非常像龙骑的被动。对，而且猴也是，这边这猴也是加上线的。对，这里夜魔也是在野区走的时候撞到鬼了，也是被两个人追着打。听哥赶过来，上方被举一手，夜魔跟上一下，一个激光一个电直接带走。而且一边蝙蝠是踢的圣坛，是一直黏着这两个人。这边龙骑士不知道有没有端啊，可以其实可以端一下了，但是还要烧死了。这边端了一下，但是还是把这个烧死了。这里龙骑也有点危险，危险，因为对面都在啊。这个龙骑士仗着自己很肉啊，对面两个箭都打不动。沙王赶过来五层油，但是蝙蝠不敢过来。这里拉比克是举了一下，但是自己应该是一口火喷死。这里是没有圣坛在啊，这个给了沙王一个套，沙王是直接等下一个戳是要带走这个蝙蝠了。但是蝙蝠是有一个眼泪啊，挡了一下这个戳的伤害，哎，被毒爆爆死了。对，墙放的这个位置也稍微有点太靠前了。嗯，这里龙骑也是变了第一条龙，也是想耗一波塔。这夜魔是把这个刚杀完蝙蝠的这个沙王是收掉了。夜魔现在没有蓝，只能在这看一下。对，也是勾一下兵线啊，防止对方对这个塔进行这个更大的这个消耗。到了白天。这样的话第一天晚上确实干了很多事情啊，两边都打了，两边打得非常激烈啊，八分钟是有十五个人头，然后这边的经济差距也并不是很大。对，这里可以看到 TK 也是比较肥啊，但是离飞鞋还是有点距离的，因为是做了很多这个小件啊，为了保证自己有一定打野能力。TK 也是选择并没有选择这个主激光副导弹的那种打 gank 的一种 TK 啊，而是选择主机器人去优先刷钱。这里蝙蝠也是在连续死亡两波之后啊，也是选择继续补一下自己的这个经济。对，现在他要补战果。对，虽然他前期拿到了这个很多人头啊，但是他这个由于补刀比较少，线上的这个经济还是并不是特别好。对，而且他死过三次。这里也是夜魔赶过来啊，是叫蝙蝠去打野了，开悟了，三个人开悟直接包野区，想要来找一波 Tinker， 但是 Tinker 这边直接走掉了。对，这边也是眼下开的，眼看到这个开悟了，也是龙骑第二条龙。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啊，龙骑应该去拿龙去更多的去消耗一下塔，保证一下自己的发育，因为过早的 gank 只会让自己去延缓这个发育节奏。如果说没有抓到人的话，对于他也是非常伤的。看到了，直接过来一个 T， 加速直接装了这个蝙蝠，一套技能直接带走这个蝙蝠。而且这个塔也是被推过来了。对，这里也是。哎，露头想死你！兵线过来之后啊，也是幽鬼幽鬼直接传下来，给一个 D 是找到 Tinker， 但是队友离得有点远。但是幽鬼的这个标是丢歪了，没有，是丢的 Tinker， 他丢的后排 Tinker。对对对，是没有丢到这个。哎，这边直接开狼往前冲，但是你没狼。对，这边是开了大直接冲的狼人是被这个龙皮的装赶走了。这边火锅 VR 样是选择五人去吃一下这个火锅。而另一边这个 TK 还在去慢慢发育自己的这个飞鞋啊。可以看出来这盘阿瓦隆的阵容啊还是以求稳为主。VR样这边反倒是更急切于打架。对，毕竟是个龙骑士，前期一口火还有爆发的情况下尽量去退一下他打一下架。其实 VR样我觉得
前面还是以 BY 塔为主，因为需要给这个幽鬼拉扯这个打钱空间，所以我觉得并不需要太多的去特别深入的侵犯别人的野区。如果说别人包过来，就算幽鬼到场是不一定能够打得过的，因为在中期啊，阿瓦隆这边的魔法输出是非常高的，这边只有狼人一个物理啊，这里夜魔算黑天算物理吧，白天我们还是把它当成魔法输出。对，因为白天也就给个 V， 想追人的话比较麻烦的。白天的夜魔是跑不过别人。嗯，这边狼人露头，下路想往前逼一波塔。对，这里也是龙骑的第三条龙椅，又快好了，也是节奏没停过。而且还是一个点金手的龙骑啊！这边蝙蝠想要留人，这边阿瓦隆是想接一波，直接走到人群里了。这里是拉了一下，但是是燃烧瓶炸到炸了回来。这边兔子一个墙掩护一下队友撤退，但是被 TK 直接收掉。这里还是想继续追击，夜魔开了一个大，应该是威得到这个龙骑。导弹炸炸，这里沙王还是要救一下这个龙骑的，但是是被拉比克举回来偷了一个戳，直接戳起两人啊！这波阿瓦隆打的也是非常的好，这里是打到了双头龙又复活啊！对，这边幽鬼看形势不对啊，并没有考虑过来支援队友，也是而且大招正好在 CD， 对，也是直接继续发育。幽鬼也是想出一个点金手这个道具啊，我觉得幽鬼出点金有点太拖了这一盘，因为阿瓦隆这边成型是非常快的，TK 在中期的这个魔法输出，加上狼人的一个冲脸，狼人夜魔的一个双冲脸，配合这个蝙蝠的一个先手啊，也是阿瓦隆成型之后，大概在15到25分钟左右，都是他们的一个比较强势的阶段，所以幽鬼这个英雄还是要尽早的啊去出自己的第一件这个核心大件，比如说像辉耀啊，或者说散失这类装备。都是比较关键的，而且这一盘分身斧对幽鬼来说也是必要的这个装备，因为有一个清澈的激光在。对，这边啊还是直接点出了一个辉耀。对，我觉得出点金有点太拖了。对，因为幽鬼那个本来刷新就慢，你要出点金的话，就感觉这2000块钱补的时间太久了。对，而且他线上并不是那种无解肥的幽鬼啊，如果无解肥出点金，其实没太大问题。这边也是金克疯狂刷机器人啊，四波机器人是直接刷掉了线，刷的对面的人都走不过来啊。这里沙皇是绕后直接，因为有塔后眼的缘故啊，直接先手了一下这个拉比克，但是自己是直接被留了。这边兔子又是一个墙，这边保护了一下阵型，狼人开大是直接过来收，这边龙骑装了一下是被夜魔减速，这边龙骑也是非常难跑了。这里幽鬼由于过来支援，自己也是非常危险，狼人是直接收掉了幽鬼，这里继续挠死了这个龙骑士。这波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廷克其实已经输出非常高了。对，满级导弹无限放。对，这个魔法输出非常高，在、这个、基本就是不给激光，一直刷导弹。对，在 VR 样这边没有眼泪的一个情况下，团战如果冲过来，廷克三套导弹嘛，应该就直接可以打着这边 VR 样全部空血啊。对，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阿瓦隆战队其实还是理解这个自己的阵容非常的深刻，也是之前提前 BP 的时候就想好了这盘要打什么。嗯，而 VR 样是有点陷入被动啊，可以看出来龙骑这个英雄啊，前期虽然比较肉，但是在面对这个比较高输出的阵容情况下并不是太好发挥。龙骑这个英雄其实这个版本崩了之后是非常难补经济的，因为你是要一刀一刀 A 的，不像其他这些英雄啊，VR样这边两个大哥其实搭配的并不是特别好，都是那种一刀一刀去 A 经济的。对，必须有特别好的节奏，这两个大哥才能打起来。对，而且需要一个龙骑一直带，然后幽鬼要一直打钱，才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预期效果。这边夜魔哦，就直接补一仗了，还是比较有钱的。这两波团，尤其是 VR 这边冲塔冲的太凶了。对，反倒是阿瓦隆这边也是靠着几波反打，也是找到了自己这个应有的这个中期节奏。这里是有个眼看到幽鬼的，夜魔并没有选择上去先手幽鬼啊。哎，这边上王露头直接跳过来拉住死了。这里也是又接举接的有点重啊，这个拉比克也是在拉的过程中就接了一下举，虽然不过也无所谓，虽然是稳杀，但是还是有点小小的一个失误吧，我觉得。
这里是 Tinker 到处守下，然后队友一个抱团抓人推进。这个时间段来说也是阿瓦隆最强势的一个时间段啊。可能到这个幽鬼发育成型之前都要被这个阿瓦隆战队追着打。而且这边Tinker有一直在刷机器人，所以你这边往前推线也不好推。对，其实作为 VR Young 这边作为一个半推进半发育体系吧，其实他推进的那一半的点已经被废掉了。对，因为像龙骑和双头龙现在是非常难接近于这个对方的防御塔了，就兵线只要一被逼过来啊，这个Tinker就一直是过去刷机器人。而这个这边的队友狼人又是那种不太需要线上经济，完全可以靠一边打野一边到处杀人去完全补回来这个经济啊。狼人也是目前的一个主流出装，是做一个封脸臂章。狼人也是非常肉啊，感觉这个版本，可能封脸的这个属性也有所加强啊，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一号位英雄啊都是出封脸的，像上盘的死问啊，还有这盘的这个狼人。这边是选择了一波开雾绕后，对，这里 VR Young 战队也是等不及了啊，想要抓一波这个阿瓦隆战队的失误。幽鬼先露头，不过阿瓦隆这边也是选择开雾来找幽鬼，对，但是这边很有可能幽鬼先死。对，但是一边是三人物，一边是四人物啊，这边 VR Young 并没有察觉得到，而另一边 Tinker 也是刚巧错过了对方开雾啊。这边用一个扫描知道幽鬼后面是没人的，这边刚落地一波刚踢下来被人蹲到了。对，而另一边幽鬼也是率先被击杀掉了，直接被直接动手，也是配合这个 Tinker。 那这波还是比较亏的，一个一波换幽鬼。对，这里其实两边这个互换啊，物的互换，为啊那个 VR Young 战队啊其实是想主动找一波节奏，但是是被这个阿瓦隆战队同时是骚扰到了自己的这个大哥发育。如果说抓到人啊，幽鬼没死，其实对于阿瓦隆还是对于这个 VR Young 还是比较赚的。对，可惜幽鬼就是在勾引对面的时候就把自己卖掉了。对，这样打下去其实龙骑越来越脆啊，可以看到在这个 Tinker 成型之后，对，龙骑也是有点顶不住 Tinker 的这个输出。而龙骑这边是直接选择补了一个 BKB。对，反观这个另一边，这边夜魔加上狼人的冲脸啊，就是完全可以冲散 VR 样的阵型。对，夜魔现在距离 A 仗还有1600块。对，兔子墙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一个作用。这边狼人并没有做 B 仗啊，是直接做了暗面。对，暗面也是输出提升非常快的一个这个装备。对，而且对于狼人来说，这个道具是基本就可以算是伤害翻倍了，非常的凶。对，可以看到狼人在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攻击力是非常的高，在开启大招和吼叫的时候啊，加上一个封脸输出可以打得非常的多啊，这个狼人。对，吼叫加攻击，然后大招是加一个暴击效果。对，这边也是 VR Young 不紧不慢啊，继续选择发育。这里幽鬼是没有什么安全线可刷了，因为这个阿瓦隆压制的是比较紧啊，这里阿瓦隆是抱团选择推一下下路，让这个 Tinker 守线。这边 VR Young 战队并没有选择过来先过来防守啊，还是可能是想要等一波，或者说是直接放掉这个塔了。这个符文看得很早。这边龙骑是替过来了，还是对这个塔有一定想法的。不过夜魔这边优先开启了大招，这边是没有什么视野的。夜魔过来先点下一颗眼，看到所有人了。对，这里是看到的到所有人啊，这个 TK 导弹也是暴露了自己这个位置。过来找到沙王，奶利口没啃。可以看到这个狼人是直接冲进去把这个龙骑是打成了空血啊。狼人一个人是直接切死了龙骑，又去打死了幽鬼。这边也是兵败如山倒啊，两个大哥直接没了之后发现并打不过对方啊，也是。对，虽然这个兔子练焚身伤害非常高，但是并没有打死什么人。对，兔子的墙也是造成了幻象，是打死了对方那个最脆的拉比特。这里这波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在成型之后的这个阿瓦隆啊还是非常强的。VR Young战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中期的这个阿瓦隆输出是非常高的，其实他们在 BKB 之前啊是非常难以承受这个 TK 伤害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 B 站就好了，没有必要去强行打马戳。这里这个戳也是
贴脸戳没戳到，对，眼神出了点问题啊，也是差那么一点点感觉，手滑了一下。对，其实沙王这个英雄是比较难玩的，如果不是经常玩的话。但是当时就一个人情况下，完全可以点人戳，对吧？对，其实沙王点人戳失误率是非常高的，大部分的选手可能都是选择去点地戳的，但是点地戳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最远距离的那个戳啊，很容易戳不到。嗯，或者是戳过油了，戳到人堆里去了，这个就非常难把握。所以沙王这个英雄 A 仗以后啊，有一个超远距离的戳，也是越来越少的沙王选择直接做 A 仗。以前版本其实很多沙王都是直接跳到 A 仗的。对，因为做 A 仗的时候手高地是非常好手的，跳出去戳回来。对，这里可以看到幽鬼也是非常的穷啊，一个全场倒数第四的经济，都没有对面的这个夜魔经济高啊。对。一号位和三号位都是非常的崩。对，幽鬼由于线上其实算是非常崩了，但是，中期队友也是给了他比较多的空间补，但是 VR 样战队是频繁选择过来打团，强行接团吧，只能说，把这个幽鬼的经济接崩了。这边双头龙的话，既然是选择先做个挑战头巾，我觉得双头龙这个英雄出装要不第一件做那个分身面纱，要不就做吹风杖，出别的好像作用都不大。其实他可以选择做一个微光披风的，因为他现在队友是完全顶不住这个对方的魔法输出的。微光披风也是可以给队友一点这个隐身效果和一点魔抗。没肉山的话已经被偷掉了。对，这里狼人也是马上就有自己的一个 BKB 啊，这狼人 A 兵非常的痛啊，也是一下一个，这个20分钟这个时间段的狼人啊，也是一个人就可以在团战中很快速度的单切死这个龙骑。可以看到这个狼人这种出装也是输出非常的高。对 ，VR 现在不敢接团了，毕竟自己只有一个线上沙王，而沙王这个英雄打线上道根本回不来的。对，其实下路那一波就没有必要去接了。对，那个塔没必要守，继续去发育就好了。对，因为是一个一塔，放了其实无所谓的。对，放了还能刷一下塔防。这边幽鬼是完全没有地方可以打钱啊，自己是躲到树林里开树玩了已经。对，哪儿都不敢去。对，因为幽鬼这个英雄不同于其他英雄的点是他打野速度是非常慢的，而且他没有任何的逃生能力。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版本还是更多的需要这个大哥有一定打野能力。就像阿瓦隆这盘，两个大哥都是可以进行一个野区发育的。对，Tinker 是打不了远古，但是这个狼人是打远古速度非常快啊，所以资源的分配来说，这盘阿瓦隆的阵容是显得更合理一点。对，阿瓦隆这边是四个人都可以去打野。对，因为对于线和很多地方的这个发育，这里眼是看到沙王。对，哎，没有拉到高，破了有点尴尬。但是是被这个夜魔沉默住了啊。还好这边又偷了一个沙王的戳。对，这里沙王是跑不掉的。这边吃人神符。这边阿瓦隆战队这个也是选择一波上高。对，双位符带暗灭的狼人，这边拆塔，这里其实是守不住的。这边一个激光直接把兔子打残了。对，这里一个激光加上这个夜魔威啊，兔子开了一口，没肯也是空血。这边放了墙和这个双斗龙大招，其实缓一波再过来上，应该这路是被破掉了。对，对面的技能已经全部放完了，两个大招已经全部都交了。对，而龙骑和幽鬼现在还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这一路很难守了。对，幽鬼已经24分钟了啊，距离自己的这个3800还是有一定距离。辉耀可能做出来要到27分钟左右了。狼人 BKB 了，这一波随便冲。对，这里兔子的墙也是马上到时间啊，双头龙也是没大了。可以看到这波阿瓦隆对于这个下路高地也是志在必得啊。这里蝙蝠的拉应该是 CD 快好了，所以还是站在了一个先手位置啊。对，接着往上扑。这里如果说能先手到一个沙王，是开雾被破了，这边沙王没有办法去打先手，而这边蝙蝠是到了一个很好的先手位置啊。这里如果说有人敢往前走去，有这个想法动这个狼人的话，都会被这个蝙蝠拉走的。这里龙骑士还没走上来就已经变成了空血。第一时间没有拉到，不过无所谓，狼人直接开 BKB 开大，狼人 BKB 三下四下五下直接打死了这个龙骑、啊、两下又拍的双头龙，幽鬼这边又动两下，这个狼人输出非常高啊，两下直接打死幽鬼。可以看到这盘也是凭借这个狼人和这个幽这个狼人和这个 TK 啊，前期的输出非常的高，
凭借这个阿瓦隆也是中期不断的找自己阵容节奏，也是导致这个 VR Young 战队的一个崩盘。对 ，VR Young 战队直接打出了 GG， 恭喜阿瓦隆战队拿下这一局。这也是精英赛开赛以来，这是第五天的比赛对吧？对，第五天比赛是第一次出现1-1平局的比赛，对，也是非常的少见，可以看出两个队伍也是实力非常相近。嗯，而这个 VR Young 这盘啊，其实失误是比较严重的。对。过分迷形成龙了，对，而且他这个阵容啊是并不是特别理想，双大哥其实没有一定野区发育能力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处理中期对方这个推进的，对，尤其是自己的兵线，而对面有个 Tinker， 你兵线都不太敢收，这样的话又不能打野，你线都不敢站，所以这两个大哥在中期是完全没有能力去打钱的。对，是，那我们恭喜一下阿瓦隆战队。嗯，那这样的话我们稍事休息，等待5点的比赛。